采访。哦，我们木木远树啊，是意思说默默的在写字啊，用我们的文字代替我们的语言，叫木远树啊，用我们的树啊，我们树啊有篆字，还有那个隶书、行书，我们有好几种写法，叫默远，用我们的文字来代表我们的说话，叫默远啊、哦，来，我们的学员来。来，我们让我们的学员呢，也介绍一下哈，让他讲一下他的心得啊。参加了我们的墨言书法，他会学到什么呢？大家好哈，在这里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，然后学习书法，可以让我们有一些艺术感。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。哎，喜欢同学们有空呢，来可以参加我们的书法学习哦，让你变得很有气质。